以前下晡家己馆达邦国小边啊，有两台小火车车祸，离山区的本地乌分队前往抢救，现场有一位驾驶受困车内，救护人员使用破坏器材将受困的驾驶救出，两名伤者送到病院急救，事故原因由警方厘清调查当中。二十一号下晡，家己馆达邦国小边啊，有两台小火车车祸。在山区驻扎的本地乌分队，两台车四个人前往抢救，现场有一名驾驶受困车内，救援人员使用破坏器材将受困驾驶来脱困。现场为两台小货车碰撞，两名患者生命征象皆稳定，其中一名受困于驾驶座，疑似小腿骨折。消防人员运用油压破坏器材将患者救出。由九幺车送往阳明医院救治。车祸现场在山区华甲湾附近，两台车对撞，车头扭曲，油压破坏器材救出驾驶，另外两名伤者送往山卡阳明医院来急救，肇事原因由警方厘清当中。谢新新闻蔡文东，台湾采访报道。亲爱的乡亲、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。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咱会当将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。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，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，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